用卡刷。没有吧？有 U N G。你好，我拿一卡通，对。先你先玩好了。为什么我先玩？什么意思啊？你要玩吗？一百五，谢谢。你先继续。你要玩吗？一个人一百五。一台车一百五。啊，那我们一起坐不行？我们要分开坐啊！帮我刷，再刷两位。还要一人一台车吗？对。一人一台就比较好玩啊。不会啊，分姐一台。可是他这样，但是玩不到呢。没有，在旁边就好了。那你帮他录一下哦。那再刷一次吗？嗯，好。你要坐第一台是？随便你啊，你坐第，我们坐第一台。等我一下哦。这边一百五，谢谢。好，所以现在你有刷三个人了吗？我们算一台车一百五，一台车一百五，好，所以好。他说这个一台车是四个人嘞。哦，是哦。啊，你要帮你拍照吗？我要帮你拍照吗？欢迎。一台车一百五，那我们可以先玩一次，然后我再玩一次吗？可以，可以啊，可以啊，没有玩家。你们先玩第一台，先玩第一台，第一台，为什么？我要先拍，然后等一下再玩一次。再做。对。反正伺候你就好了，来。谢谢。不好意思了。不会，没关系。也可以三个人上车玩两次。看看他。啊，对了。哎，这是他的。这么好，那就这样吧。这边跟你介绍一下哦，这是我们操纵杆，待会往下拉车就可以前进。往前推是刹车。好，出发之后，这边会帮你计时，按照时间到达每一站。回来的时候在3分25到35秒之间就可以拿到我们驾照了。好。OK， 那时速是用买的。然后时速表在我们最右手边，那是时速表。那沿路都会有告示牌，像前面写4，就是4公里。那我们不要太快，也不要太慢，就可以顺利达成任务。嗯，好，那我一下，谢谢。都没人了。要是要录影吗？可以，可以摆这边。没有，没关系，我在后面拍一下好了。好啊，谢谢。好啊，那里真的很多录影放哪里？真好，这年轻人真好。好，往下拉到底哦。不，加油啊，拜拜，拜拜。今天很感谢您搭乘滴答电车，你不觉得从这里到终点为止，请遵守标示速度，不中途停车，请依照时间驾车。中途停车的话，将无法依表定时间抵达，请特别注意。速度 4， 请依时速4公里行走。朝库奇拉驾驶学校车站方向进行中，行车速度 5公里，目标依表定时间通过，加油哦！加油！
停喇叭，喇叭，喇叭哪里？刚刚过了布提拉驾驶学校车站，有一时间行进中吗？没有。接下来我们要经过摩天轮前面，请不要一直看着摩天轮哦，转啊转啊转啊的，都要头晕喽。来吧，接下来要爬坡喽，控制感拉到最大，全速爬坡吧，一起拥抱前进。一个，一个，一个。突然，大渔船呢？剪刀石头布，这个一回你还忽略了。这个铃铛哎，我没有看你铃铛。看这个铃铛。往前往前往前，快点快点，可以吗？往前往前，还往前，对啊，他叫你停止啊，快点，他那么小，可是他刚这里他就没有那个了呢，自动，对啊，他未能依表定时间到达，下次再加油。啊啊，波奇村车站，波奇村车站到了，请留意随身行李。其实应该是有我刚才那个停车格那边要停下来。哦，好，你看，停下来，我们还有一次，时间就会停。马上我还有一次，还有一次。看马卡好了。怎么开？是这样开呀、啊。喇叭铃铛。OK 吗？哈哈哈哈哈！好，等一下。好，慢慢转头看我、啊。准备好可以就可以往下拉喽。好。哦、今天很感谢您搭乘第八电车，从这里到终点为止，请遵守标示速度。不中途停车，请依照时间下车。中途停车的话，将无法依表定时间抵达，请特别注意。速度 4， 请依时速4公里行走。目前正朝布奇拉驾驶学校车站方向进行中。停车速度 5公里，目标。依表定时间通过，加油哦！下不下？喇叭，喇叭。刚刚过了布奇拉驾驶学校车站。一时间行进中吗？接下来我们要经过摩天轮前面，请不要一直看着摩天轮哦，转啊转啊转啊的，都要头晕了。
石头，嘣！我不愿信吗？卡达，一只火龙果。好大哎！哎，有人在玩这个，哎，没有人在玩。这样拿这个去驾照中心，付钱。一张有。